果说您想住 Tour Brothers 的豪宅，又不想离开老牌的华人区，想要生活便利的地方，那么今天这里的房子可能会比较适合您。大家好，我是威廉，我是南加州的全职地产经纪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带大家来到了 Montebello 看 Tour Brothers 在这边盖的一个全新的楼盘。那这个社区本身呢，它是一个铁门社区，今后盖好以后呢，会有这个警卫哈，那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段。那社区里面呢，有它的两个游泳池，有它的 clubhouse， 有健身房，还有很多的公共区域供这里的居民使用，生活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哈。因为它靠近60号高速公路，它往北呢就是我们的老牌华人区 Monterey Park 和那个 San Gabriel。如果说你要去罗兰港或者是去哈冈的话呢，开车也就15到20分钟就到了。想象一下，住在这里这个山头上，晚上出去撸个串儿，吃个火锅，那再回来也是非常的方便。这个社区呢，它一共有9个户型哈，9个户型呢有6个样板间，那面积呢从2900多尺到4300多尺，那绝大部分呢是3层楼，有的户型呢可以做成2层楼啊。那它的价格呢从140多万到240多万，也就是说您的选择会非常的多。今天要带大家看这个户型呢，它叫 Seascape 啊，一立的户型，一立呢就是3层楼，它的基本信息是5房6.5浴2车库，然后呢有4247尺，它的起步价是在197万8千。那同样的户型呢，它也可以给您做成2层楼的，但2层楼的面积就会小一些，价格自然也会稍微便宜一点。那再给大家提一下，这个社区里面如果说是 quick move in 的房子的话呢，他们有5万块钱的这个买家奖励，这5万块钱你可以用来买低你的利率，可以做升级，也可以来付你今后的一些费用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看房视频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看房视频。它的外观呢是一种比较现代的造型哈，包括它的车库也是这种半透明状的现代设计。进到这边呢，它前院有一些植栽，弄得还非常的不错。那这边是它的大门，是一个双开门，既高档又大气。我们进去看看里面长什么样。好，我们开始看室内的部分。那进来我们这个双开大门之后呢，我的左手边就是他们 Tour Brothers 的这个悬浮楼梯哈，这个进门就给人一种非常大气非常舒适的感觉，包括它这个挑高啊，进门就有一个挑高。那在我的右手边呢，是有楼下的半个卫生间和楼下有一个套房。我们进来看看这个套房。这个套房本身的面积呢还是不错的，这个套房这边正面墙上全是窗户，那边也是窗户，所以采光是没有问题。那这边的话呢，还有一个套内的卫生间，这个套内的卫生间是带这个淋浴的。这个有个什么好处呢？如果说家里面有访客或者有老人要住在这里，他远离了这个公共区域，所以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。那这个套房出来外面呢，还有一个半个卫生间，这半个卫生间呢是给客人或者说来访的朋友使用的。那这半个卫生间在这里，它远离了我们的厨房和公共区域，所以说用起来也是很舒服的。从我们楼下的套房出来之后呢，往前走就是我们的正餐厅，我们的家庭厅，还有我们的 casual dining 和厨房，完全在一个很开放的空间里面。那在我左手边这个呢，我们是把它划分为这个正餐厅的用餐区域。它用的这个桌子呢比较小，但是呢其实可以放一个更大的餐桌，旁边有窗户，然后它这个吊顶我也很喜欢，加上它这个吊灯的话，在这里用餐有一种非常好的仪式感。那正餐厅的旁边呢就是我们的 family room， 这 family room 的空间也是巨大的哈。它电视墙呢做了这种包边的设计，我很喜欢它这种颜色，包括它这边有它的电子壁炉，想一想感恩节的时候打开这个电子壁炉，一家人在这里看个电影聊聊天，这种氛围不用说一定是非常温馨的。那旁边的话是它3折的玻璃推拉门，可以直接通我们的后院。我在这里已经能够看到非常漂亮的城市风景，等一下我们再去看院子。在我们的家庭厅的旁边呢，这边就是我们的 casual dining 哈，
美国这种豪宅通常它都有两个餐厅，人多的时候在正餐厅，人少的时候就在我们这个 casual dining。 我很喜欢它这个 casual dining 上面这个灯饰和它的位置，用起来非常的舒服。那家里面人少的时候可以在这里吃饭，那人多的时候呢自然就到我们的正餐厅了。那 casual dining 的旁边呢就是我们这个厨房，这厨房呢我很喜欢它这个超大的中岛，这个中岛上你有再多的东西都能放得下，包括的话呢它这个橱柜的颜色我也很喜欢，是这种浅色的感觉，让人看上去既觉得很现代又觉得很干净。包括它的橱柜呢是做到顶的，它这个 Tour Brothers 它这个房子呢很多房子很多地块它其实已经帮你选择了升级，也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个价钱呢已经包括了很多的升级在里面，包括它这个简尼尔的冰箱也是包括在它这个售价里面的。那它这些抽屉呢也都是 soft closing 的，很好，我很喜欢它这边的设计。那旁边的话这里有我们的烤箱，还有微波炉在这里，那六火的炉头加上呢下面还有两个烤箱，所以说一共是三个烤箱。我很喜欢它这个厨房的中岛，我的壁盏打开以后呢只有它一半的位置，所以说这个中岛真的是特别的实用，而且它的颜色呢我也很喜欢，这种浅色的真的是设计长在了我的审美上面。那这个炉头上面呢有我们超强的抽油烟机啊，所有的柜子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都是这个 soft closing 的哈，慢缓缓的关过去，巨多的这个储存空间。这个厨房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在厨房里面做事情的，比方说家庭主妇也好，可以面对我们的客厅，可以看电视，我的左手边能够看到我们的山下美丽的风景，还有我们的泳池，我们的加州房，在这里做事情真的是心情会非常的好。这个厨房旁边呢有一个三折的推拉门，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后院。出来以后呢首先就是它的一个加州房哈，在南加州这种加州房真的是太实用了。现在是下午四五点钟，出来在外面不冷不热，阳光明媚的情况下在外面喝个茶看个书真的是非常的舒服。那样板间这里呢也做了 fireplace， 上面挂了电视机，想象一下有球赛的时候在这里喝喝啤酒看看球赛，那真的是非常的舒服。这样板间这边呢开发商做了这个 above the ground， 就是高于地面这种泳池，采用了这种很厚实的玻璃的边框，看上去呢美观现代又很漂亮，尤其是在这里可以望到山下美丽的风景，边游泳边看日出。不过说实话这里要小小的吐槽一下，这个泳池的大小呢小孩子玩一玩还可以，但我们大人来讲的话一蹬腿就到了。如果是我买这个房子我可能不会要泳池，因为社区里面本身已经有两个铺，有两个泳池了，还有一些 clubhouse 这些 amenities， 所以这里做成一个其他的用途，比方说高尔夫推杆之类的 maybe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而且呢它这个位置的话站在这上面可能风景会非常非常的漂亮，一览无余哈，一览众山小，一眼万里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看二楼的空间。我上来之后先给大家讲一下格局，我的正对面呢是这个二楼的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 loft。 为什么说非常舒服呢？是因为它的空间大小非常的好，包括它的层高也是很舒服的。那在我的左手边呢是主卧室，在这个房子的西侧呢有三个房间，两个套房，另外还有一个房间门口就是卫生间，那个卫生间呢也是一个全域，它可以跟在 loft 活动的人共同使用，所以说用起来是真的非常的方便。我的右手边是我们二楼上来正对的这个 loft， 它朝南的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那在左边斜对面呢是楼上的这个洗衣房，那接着往里面走就来到我们的主卧室。那主卧室呢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面积，那尤其是它有一个朝南的阳台，等一下我带大家到阳台上看一看。那主卧室的层高呢依然是11尔尺，带了几根这个黑色的梁，既美观又大气又庄重啊。那这个主卧室的床头呢也有两个窗户，也增加了很多采光，尤其是朝南的这三叠的推拉门，现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阳光暖暖的洒在你的床头，真的是非常的有意境，非常的美。那我后面呢就是主卧室的卫生间，在我的左手边呢是它马桶间的位置，马桶间是带了窗户的。那接着往里面走，它有这个 freestanding 的这个bathtub，
非常的美观，旁边是它的那个超大的淋浴空间。这个淋浴空间我觉得 Tour Brothers 他们盖的很好的，就是空间盖的真的是足够大又很舒服，给人的感觉就是干干净净的，然后清清爽爽的。那它的淋浴间对面呢就是我们的双洗脸池，包括它这个把手也是用的这种金色的，看上去真的是又贵气又前卫啊。当然它的这些柜子呢也是 soft closing 的，不用说真的很舒服。那在我的后面就是它我们的衣帽间，那这个衣帽间呢真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走入式衣帽间，走进来可以完全自由的走动，这个区域是非常舒服的。这主卧室带阳台，这个风景真的是太醉人了。我身后呢就是主卧室到阳台的三折的玻璃门，现在是下午，阳光洒在这个房间里面，暖洋洋的，非常的舒服。那出来到我们的阳台上，我们经常听人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到海边去走一走，但是呢如果我住在这里，当我彷徨的时候我就到我自家的阳台上来看一看山，看一看景。销售处的人告诉我们，天气好的时候站在自己的阳台上能够看到 Catalina Island 这种景，你觉得还行吗？从我们主卧室出来，右手边呢就是我们刚刚上到二楼的地方。那要给大家着重讲一下，就是它的这个楼梯哈，它这个楼梯呢是这种铁艺和玻璃相结合的，看上去既美观又大方，而且呢还非常的坚固。我刚刚试着拉了一下，根本拉不动，比我们传统这个木质的栏杆呢要坚固很多哈。包括它后面这三个吊灯，我觉得是非常的舒服。首先呢，它是从三楼的楼顶掉下来；第二呢，它这种样式呢给人一种海岸风的感觉，就有点像我们去 Cancun 那种五星级酒店那种装饰差不多，给人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舒服。那接着往前走，来到这边的话呢，我的左手边是一个套房，那我的右手边呢是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朝南，它有很好的城市的风景。那这个房间呢，它这不是套内的卫生间，它在门外面有一个全浴。那这个全浴的话呢，既可以供这个房间使用，也可以供我们在 loft 里面活动的人使用。好，接着往这边走的话呢，就是去到这个房子的另外一个角落的一个房间。那这个走廊的话呢，走起来也是比较宽敞，而且因为它这个玻璃是透明的，所以说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空间感非常的好。这个房间呢就是朝北的哈，朝北的话呢它也有一些山景在这边，大家可以看得到它这个窗户也是开的相当的多。Tour Brothers 他们做盖房子其实真的是不惜成本啊，那个窗户从这边一直开到这上面，这一整面墙包括那边都是窗户。那旁边呢是它的一个全浴，这个卫生间我也蛮喜欢的这种设计。所以说它这个房子不同方向的光亮呢都会穿透整个房子的中心，让这个房子显得更大更亮。现在是下午差不多快五点了，那个阳光已经照在我们这个墙面上，缓缓的照在这上面，感觉非常的温馨，特别的美丽。好，我们现在上到第三楼啊，上来之后呢我觉得三楼的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开阔。在我的正对面呢有一个大大的玻璃窗，可以看到圣盖博山谷的山景。那我的右手边呢，这边也有三个窗户，增加了很多的采光，尤其是加上它这个玻璃的这个隔断呢，让这个空间显得特别的通透。那在我的左手边呢，这就是上面的一个活动室，现在样板间是摆了这个台球桌，当然我们自己可以摆乒乓球桌或者摆其他的沙发看电视也是可以的。那在我身后呢，这是这个房子的第二阳台，三楼的阳台看上去风景会更好。那现在是下午差不多将近五点钟的样子，夕阳马上就要西下了，如果在阳台上再待半个小时的话，您可以欣赏到非常漂亮的夕阳的风景。 After 夕阳风景之后就是万家灯火缓缓升起。那转过来这边，它这个楼上的 loft 呢，这边还有带了一个冰箱啊，在这里可以放一些啤酒啊、冷饮啊、soda 啊，在这里都可以，非常 relax 的一个 space。OK， 看完这个空间，我们再往里面走。在我的左手边呢是三楼的一个全浴哈，三楼也有一个全浴哦。那这个全浴呢，可以供我们这个三楼活动的人使用，还可以洗澡。那再往里面走是三楼的一个办公室的区域。I love this space， 真的。想一想，在三楼很高的地方，在这里办公累了，你可以看看远处的山景，休息一下眼睛。那
同时呢，它有两个门是可以关上的。如果说你需要安静的时候，需要跟客人聊事情的时候，把门关上，既不影响你在这里办公，也能够跟你在外面的朋友有一个潜在的互动。这个区域我真的太喜欢了，如果是这里是我的办公室的话，我觉得我的业绩要翻倍了。好了，各位亲爱的视频观众，今天的看房视频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。如果您喜欢这里的新房，请记得和我联系哦。我是威廉，我是南加州的全职地产经纪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，请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。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